请听第一题。管他会不会，我们就举手，好吧？对。请唱出腿由少到多的动物的歌曲。腿要由少到多，什么没有腿到腿越来越多。请抢答。管他会不会，我们就举手。好，来来来，黄队。啊。黄队，王先开始。这不你给我的策略吗？要会不会都举手？你管他的哪些？腿，你先来一个。小白兔，白又白，两只耳朵竖起来。这就四个腿了。四条腿。现在得唱五条腿的了。不是，小白兔不两条腿吗？那他这是啥呀？他这不是这儿吗？这不腿吗？这不是腿。他平时不这样的吗？不是哦，这么事儿啊？不信不信，你这你问一下那个蔡文静就知道了，他是兔子，你几条腿啊？我四条腿。咱俩不是一队的吗？哦，对不起。没事，你们只要能唱出比他腿更多的。白素贞挺厉害。白素贞行吗？精灵素贞。别，还是唱蜗牛吧。继续抢答，来来来来来，蓝队蓝队。哎，我们哈，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，蜗牛，没有腿，蜗牛没腿。对呀，好。门前大桥下有过一群鸭，哎呀，两条腿。奔驰的骏马，雪白的羊群，呀咿呀。好，四条了。我是你的小蝴蝶，你是我的小阿飞。蝴蝶六条腿，没有腿。蝴蝶六条腿。蝴蝶有腿吗？蝴蝶没腿，你们见没见过蝴蝶？有，蝴蝶六条腿。蝴蝶是六条腿。回答，正确。我刚刚真的吗？蝴蝶真的有六条腿吗？蝴蝶六条。第一个，蝴蝶真有六条腿。蝴蝶有六条腿，你都知道吗？贾王，贾王，你我都觉得你像贾王。蝴蝶，蝴蝶，贾王，贾王。好，来，现在蓝队可以行使你们的惩罚。刚刚谁喊我贾王？二号准备。Yes Yes。哎，该说不说，粉队也太开心了，又没答对题，啊。他不是二号准备，跟他拼了，跟他拼了，会不会咱都抢？对对，咱刚刚就是这个策略啊。对，你管他呢，先摁。对对，先举手。行，跟他拼了。好，接下来下一题来了。下面是这样的，要唱有身体部位的歌曲，但是等一下啊。但是，我要被拎起来了。但是，要按从上到下的顺序，从上面往下面唱。来来，粉队。来来，粉队，我一剪断我的，猪猪碗筷，我你发如雪，你头发你发如雪，你发如雪，你发如雪，锦眉的那边，对对对对，啊哦，这是你的音准是这样的啊，哦，好，来到比比，来比比，比比来，好，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，好，从头发唱到眼睛了，眼睛。把你的心，我的心串一串，心脏，你的心，我的心，来到这里，来跟这里，来马上唱，三手，大手牵小手，一把手牵小手，大手牵小手，我们一起走，走路不跑花，我们大手牵小手，我们大手牵小手，一起转着走。哎，我问一下。就这个身体部位的话，他这个手到底算哪儿呢？手，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大手牵小手，那个小朋友的手肯定是这样的。对呀、啊，妈妈是这样的，你看，妈妈、啊啊，也没有那么高，你这样子牵你的小孩，这样子牵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是不是在上边了？如果这样的话，又是不是在下边了？请导演组评判一下，歌词不对。唱错了，争议的问题反而是歌词不对哈，继续抢答。好，黄队，黄队，黄队。你发如雪，你发如雪，你发如雪，纷飞了离别。啊，没了。发如雪，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，你那个心，他的心啊，我。
现找啊。一步一步的往上、啊、我一步的一步两步的往上爬。对啊，一步两步没有步位，没有步位，那个步伐那叫步伐，来，脚爬吗？没有步位，这里来，蓝队蓝队蓝队来，给了他们机会都不要，我要把答案拿出来了。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，发发是发还是手？肯定是发呀，两个部位，发还是手？发发发，手，你是我的眼，带我领略四季的变换。说你爱我说不出口，口口声声的说对不起，我打他头。到底是哪？是额头，是额头，开心额头。好，来，月亮代表我的心耶。哎，朋友们，陈哲远碎了。请戴上护目镜，戴下眼镜。这么严格吗？那个走。就走不拿脚走哈，对呀、啊，是，但是你没有唱出部位，你步不是脚嘛？对。啊啊！哦哦！啊！甚至我们都没有戴上，还在说话呢。用闲聊的方式躲开了惩罚。哦，谢谢啊，太聪明了。哦，闲聊啊。哎呦，这次没喷我们，那这把我们放他们一马。哟，我们还礼尚往来了，哇，我觉得好难啊。下一题来了，来，请听题。来来，赢了，这把赢了。来，请依次唱出描述时间的歌曲，但是这个歌曲必须听我说完，但是这个歌曲必须有短。到场描述时间，好，来，反对，好，开始。每一天我都想，天天都需要你爱，天天都需要你爱，我的心思要你猜。哎，那就两位歌手坐在旁边很难评。来，月有没有月或者周的？一，继续抢答。好，黄队，来，黄队，月是什么？来，一，老金。五，如果有一天我离你遥远，有的，可以了，一天，然后到欣姐。二月大理好风光，没毛病，月毛病，一个月，是怎么唱的吗？啊，月，十年之前。我只喜欢你，你不喜，我不，回答错误，我记不得第二句歌词。我是分钟，你看秒，给我一个秒，他是秒。继续抢来粉队，继续抢来粉队，给粉队一个机会，来，我知道了，你唱365天，答案给我，第一个，你就唱刚才的，就刚才那个，天天都需要你，哎，我的心思要你猜。好，一年有365个日出，年了，送你一年，对，更长了得。十年之前，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。漂亮，来，十年了，来，完了，老到不了咱了。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，再活500年。这事儿吧，可以。好，那么我们粉队会要惩罚一队还是欧呀？哇哦！没戴眼镜啊？戴了。我感觉我被打了一巴掌。是，什么叫话音未落？太搞笑了。我们的，我觉得我们的量大，是不是量大？量很大。我们的量好像就是最大的。我每次坐哪儿量就在哪儿。我知道我是海量，也没必要这么来吧。但这次我们严格把控了这个水量，你可以看得到的。来那边，对，那边是。你别看那儿，你看一下我们的脸。脸上最明显。哇，迪哥你好大的流量。顶流，舒服了。现在只有黄队没答对个题啊。哎呀，黄队来一个啊。参与，这把赢了，这把赢了啊。
这是最容易的题，最容易的题。请唱出歌曲里面要有食肉动物。来，请抢答。来，黄队。啊，他们先。啥玩意儿？最爱你的人是我，你怎么舍？我食肉，人是食肉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快想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跑得快，跑得快。漂亮。四三二，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。刚唱过，我谢谢你啊。狼狼，你是一只北方的狼，继续。我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。狼，你还有什么？你嗓子好了，你嗓子都好了。鹰鹰，来准备，继续抢答。好，来来来，蓝队，蓝队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跑得快。食肉。我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。狼食肉。恐龙扛狼扛狼扛。恐龙扛狼扛狼扛。等一下等一下。等一下雪琪。我是一匹来自北。不是，我是一只。继续抢答。好，来黄队黄队。再唱一遍，先把前面唱一遍。最爱你的人是我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。要不多唱会儿呢。扛得快。我是一只来自北方，我是一只来自北方。继续讲，来来来，继续讲，来粉队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跑得快，跑得快。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。我是一只小青龙，小青龙，小青龙。天哪，小龙人！然后他说龙不算，为什么龙算呀？童年都给我们毁了。小青龙不算，他不食肉。小青龙他不食肉，小青龙他食。小青龙哎，小青龙不是吧？我说的是海里面的那个青龙，他不食肉吧？他食小虾米，他食小虾米吗？反正三个导演都对了，是不是？来继续抢答。我们迫不及待地成为狮子王。迪士尼的歌，迪哥，这个词儿不对，真的是狮子，真的不对。我们迫不及待地成为狮子王。阿库拉马塔塔，阿库拉马塔塔。好，迪哥，你狮子王，你这是对的。这个有蒙到我，算你过，算你过。好，来雪琴了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跑得快。爱会总统我能嘴巴起给停。饿狼，对，可以。我们一起，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。好，可以，好，下彩了，回答正确。来，戴上眼镜，戴上吧，你们。嘿嘿，真的不知道喷谁了，都想喷，都想一起按。哎，你要不就一起按吧，就他们。哇！啊啊啊！不能再这样了。对。来吧，来，来来来，拼了拼了！请唱出会发光的物体的歌，请抢答。来，粉队。星星点灯。星星星星点灯，照亮我的前程。对对对对。月亮代表我的心。月亮是反射。月亮不发光。月亮不发光。哦，对，月亮反光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那星星也是反光，星星也是反光。好，来，来，对。我们是吧？丑八怪，哎哎，请你别把灯打开。星星点灯，照亮我的家门。太阳当空照，花对我笑。啦啦啦，中太阳，啦啦啦，中太阳。假王，假王，假假王。今天你就在这假王，我也认了。他们刚刚答题答得好愉快，答完之后假王，假到家。大家想想，如果我这些答下来，我是给你鼓掌。我如果是真王，可不可怕？我这个人可不可怕？不可能，这些题多简单啊！答完就开始骂王，哎，又要答又要骂。何老师，哎，我们的王碎了，他不想玩了，他想回家。我想我妈了，想我妈了。Oh no！ 你们别离开我，我是真王，你是真的厉害，不难。
没事。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你无声。真的碎了，我们的王不行了，他要回家。你选一个人加入到你的队伍，同时给其中一个队员发放换队卡。我选他就是救他。真的吗？那我就选蔡文静。好，文静，文静，过来也得来。你们没有办法拒绝，对，没有办法拒绝，不能拒绝，对。好，来，哭什么哭？哭什么哭？给我在这儿待着。你要吗？我不要。你要是吧？你不要是吧？不要。他不要了，你要吗？你俩来吧，我省点事儿。我有、哦、他有。他给他，给欣欣，给欣欣，便宜欣欣了，给欣欣了。我。现在有换队卡的朋友要做最后的决定了。哎，张远，张远，你过来看着我的眼睛。远哥，哥哥帅吗？一看到哥哥就脸红。又要开始骗人了。太真诚了，我在这里。张远，真的是张远。欣欣，你要不要走？我是这么想的，就是。不，我是这么想，我一开始全程信任你，但我刚才清醒了一下。哎呦，我的妈！我觉得你演过了，你不可能一道题不会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你演过了，你就是为了。那你平时可能节目看少了。真的吗？然后我，那小远呢？我觉得小远是在那个刚才拿那个十分那里有点明显了。对，以我对他的性格了解，我觉得他那里会选十分。对，我没拿十分，我刚拽了七分，他拿了一个八分，你来了七分，那你就是隐藏实力。对，我突然间清醒了一下。我跟你说，欣欣现在在大侦探，欣欣现在在推理是一绝。对对，然后刚才杨迪，就是在你身后那种迫切的眼神，我觉得我多年跟他的交情，他不太会。他想救你，你觉得？对，他不太会这样，是吗？我想救你，对，真的，看着我的眼睛。远哥，就是我叫问一下，等一下，欣欣过来了，我在这儿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，可以可以。那我们岂不是两队都要验？周笔畅的选择非常重要，周笔畅在哪一队？哪一队人最多？来，快点来，姐妹们，快快快来，我们四朵花永远在一起，对，我们五朵金花来，好，行行行，要不然女生死也一起死好不好？不要死，不要死。好，现在四个女生又站到了迪哥那一队，我救了所有的女生。现在老秦是必须接受惩罚。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。哎，老秦，你让我过去。我们输了，他们是真的，他一定是。我觉得他是假王，因为我换不了。哎，最好笑的是小白，小白刚才突然真诚的对小姐说：“我觉得陈振元肯定是假王，我就是换不走。”重点是张远换过去的时候他不跟人家说，现在等着，我肯定是假的呀。他好，来，我们直接到对面的验证装置来，请他跟我们走。接下来有请鼠王登上宝座。我们开启验证，如果杨迪是真王，站在三号位的四位女生身后的装置将不会开启。不可能不开启。如果杨迪是假王，所有人的装置将会同时开启。这是啥东西啊？你自己不知道是吧？这不知道是啥东西。骗我到最后一刻。准备好了吗，朋友们？来，准备，朋友们，开始验证，三、二、一，请揭晓。
真正的森林之王就是杨迪。刚才还在骂我。